星期二得到事件啊，我哋回顾嘅啫，啊，价值判断啊，可以唔使多嘅，但系都影响到我哋嘅，即系我哋作为 KOL 啊，吓，可能因此而有啲改变咗噶，系嘛，好多嘢都，嗯，咁啊，系唔系咧？咁你嘅感觉点先？你嗰轮好似啱啱你系开始咗直播喎。是吧，是的，我一次是我第一次把握到关键议题，有很多人涌入来听，很多人涌入来订阅，那应该是我第一次是真的有大批的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有些影响力的，跟着还有一些星期二得到的支持者在骂我，所以是一个挺有趣的体验来的，当时是的。是的，那你觉得对你自己的影响，对整个网界的影响，行家的影响，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嗯，其實看星期二得到的事件，所說的事件其實是說當時中槍的健仔曾志健被警方逮捕，其實之前一直都有傳曾志健是已經離開香港，但到最後他發現原來他是在香港周圍躲避警方的追捕，而當中原來件事件是跟星期二得到是有密切的關係的，因為後來就流出了一段影片，其實也是星期二得到自行流出的，就是指出原來當時曾志健曾經跟他三位的朋友拍片感謝星期二得到，並且譴責其他的組織是並沒有去支援他們，那段片更加涉及著一些關於他們打算怎樣逃離香港的一些計劃。看翻啦，因为星期二得到咧系被指咧喺今次嘅事件里边咧，尤其是我一段片咧，似乎就系星期二得到被成为咗众矢之的，以致成为咗警方嘅一啲指控对象之下咧，咁样系即刻出现嘅时候咧，咁星期二得到就好自然咁成为众矢之的，不少人更加系认为当中啦，曾志健被捕会同星期二得到其实亦都有涉嫌揾佢哋笨之嫌，而导致咗佢哋出现咗咁样嘅遭遇咧。咁所以呢件事其实系受到广泛嘅争议嘅。咁究竟星期二得到是是非非，究竟佢哋是否应该要负啲咩责任？佢哋需唔需要负任何嘅责任？或者佢哋本身究竟佢哋本身系受害者啊，定系加害者等等咧？实际上呢样嘢真系精彩过一套咧连续剧啊！睇返啦，今次呢一件事件有趣嘅地方就係几乎全个网上嘅 KOL 界呢都完全係歸晒边，喺度支持定係反对星期二得到。咁似乎啦，除咗星期二得到本身之外呢，几乎成个网台界係揾唔出任何人係会选择支持星期二得到喎。咁当中我哋被认为係支持喎，我哋当咗支持喎。其实我哋都冇喎。我哋都冇支持，系啊。所以今次的事件，甚至乎連例如陶傑，他本身很多時候都極少會針對個別人士，但他可就係真係開了一集出嚟，就是講星期二得到啊。咁當中可以見到星期二得到，其實呢一件事，正如我哋跟住我哋係會講所謂海外 KOL， 同埋跟住我哋見到星期二得到事件之後咧，緊接住出現嘅就係香港議會啦。咁其實係好反映住啦，好多嘅 KOL 之間嘅一種競爭關係嘅，因為就呢件事件裏面咧，好可能都要等法庭好多嘅證據去呈堂，我哋先可以得知更多嘅資訊。咁但係啦，當中有幾大程度上邊，我哋會得知個真相咧，或者當中究竟星期二得到究竟會係點樣嘅方向咧，點樣發展咧？因為我哋見到啦，佢受到咁大衝擊之後咧，似乎佢哋嘅支持者並沒有減少喎。咁究竟代表緊啲乜嘢？我覺得都係值得大家去思考嘅一個問題嚟嘅啊。好，咁你當完噶咯係嘛？夠噶咯喎，等我都講幾句先嚇。咁啊，當時我嘅立場咧，唔係其實我俾大家一定係知多少少，聽多少少，都聽過一啲是是非非嘅嘢啦，江湖上啦，但我就即系秉持一个基本原则啦，一啲公开我肯定嘅嘢，我唔系听国安阿李桂华讲嘅嘢啊嘛，唔应该啊，系咪先？佢一定系有立场啦，佢系抹黑添啦，可以。咁啊，星期二得到咧，本身一定系有帮过人嘅，因为都听过，亦都呢个系事实吓。佢哋直接开咗间酒店啦吓，只系咪虐待啲逃亡者啊，刻薄佢哋啦，咁呢啲我只系能够当系是是非非啫。因为后屘袁巴都系企硬晒喺佢嗰边啦，袁巴去佢嗰度啊，喺佢嗰度
同佢哋一齐过嘛，咁所以呢个系证人嚟噶，一手证人啦、啊、吓。当然，另都有位系咪叫 Sandy 啊？就系 Sandy， 当系 Sandy 系嘛，当系一手证人啦、啊。咁两家大家咪喺呢啲已经公开嘅资料度判断咯。咁后屘再见佢又出埋一个片啦、啊，直情嗰条片都出咗啦。咁呢啲都系你可以判断随意而非嘅，你唔需要信一边，亦都唔需要听另一边。讲而系你可以判断到嘛？咁我由之中我都觉得，即系你睇下点理解一件事啫嘛，系咪？后来亦都陆续出现其他事啦，前前后后啦，包括有啊阮文安啦，有杰斯个事件啦，都系涉及啲钱嘅问题啊。咁如果星期二仲喺香港咧，佢肯定都系被拉嘅一个单位嚟噶吓，啲负责人。咁啊，结果系佢哋走咗啦，系咪？咁系咪等于佢哋就英雄，其他嗰啲就唔系咧？咁样就唔可以咁讲嘅。只不过咧，始终嚟嚟去就系你支持佢人嘅信心问题，系咪？同埋你系又唔好盲目支持或者盲目踩佢，因为呢啲意义都唔大嘅。咁隔咗半年，我哋回望翻件事啦，你可以睇到啊，即系正如你讲啦，我都有翻去留意下佢近来嗰个收视啊。是基本上是回复了的，一样的，就是支持他依然支持他，那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来的了。其实究竟他们、应该怎样运作下去，他们自然有一个盘算啦，是吧？那我们其实就不宜多讲了。那当然啦，事件都可以得出同一个教训，你支持人呢，你都要即是有些责任 follow 件事，是吧？继续監察住佢好點都好啦，留意住佢好啦。凡事離唔開一個公道啫，一單就還一單啦。同樣係籌款咧，咁咧個人結得出嘅結果都唔同，個形態都唔同。咁其中必然有啲係啱，有啲係唔啱，有啲行為啱，有啲唔啱。啱嘅唔會啱曬，錯亦都冇錯曬嘅。我就覺得，咁所以就，但係最終最緊要就係、是。即是受他的帮忙的人会不会继续多谢他，同埋即是一般支持他的人是愿不愿意继续支持他呢？咁呢件事最终呢都是得出一个结论嘅，其实就好简单。咁啊影响到其他网界嘅人呢，我始终觉得即是点解大家抗拒嘅专政嘅权力嘅时候就咁唔一致，但突然间一样同大家切身处地可能是有关。是网台的事件就忽然间变得这么主观。这个才是我觉得疑惑的地方。是不是？即是有朝一日我们有事，我或者你有事，会不会有些人就记住他们帮过星期二得到一起搭他呢？会不会有这样的事件出现呢？那我都颇为疑惑的。那我其实又不疑惑的。即是呢很多即是社運界的人，好江湖人中人都好咧，係好跟大佬啊！即係嗰個六教文化咧，其實係存在咗，即係跟開邊個就跟邊個嘅。咁所以先至會有呢啲啊，以為自己，但係你又唔好話民意如流水啊，以為自己振臂一呼，我啲支持者就慘噶啦咁樣過去。咁點知你啲支持者可能就漠然喎，對呢件事嚇、啊，對佢啲支持者亦都冇影響喎。咁呢個反為先至係。即基本上我哋作為YouTuber 啦、啊、或者想表達一啲意見嘅 KOL 啦，應該要即係深切啊瞭解嘅一個特性，係唔好覺得自己有影響力就濫用自己嘅影響力，否則咧就可能自己蝕底嘅啫。啊，咁啊，我把聲有啲沙係嘛？可能係少少。少少啦，唔系，但系应该已经系好晒噶啦，完全好晒噶啦。即系今朝都有开始有，琴日就冇噶，但系琴日就开始头热啦咁样。其实而家好翻晒噶啦，应该我感觉系完全退晒噶。不过可能啲后遗症啦，系声晒就讲少两句啦。咁啊，你有冇补充？冇，我哋就走去第二个话题嗰度啦。嗱，我谂补充少少啦。头先网上讲到一个好值得令人深思嘅问题，因为其实以我本身我阵咧去分析星期二得到嘅事件，我其实系咧
對此係有少少存疑，亦都係對我段片本身究竟是否有電視認罪式之嫌咧，咁樣我係當時係有少少嘅懷疑嘅。但係我覺得網上講出個問題就係、是、啊，點解似乎啲 KOL 咧對於政權上邊嘅一啲問題咧，往往就不甚一致啦，但係對於星期二得到嘅態度咧，竟然係非常之相當之一致啊！我做一致性係直頭好似係都唔使邊個去特登去統籌定啲，啲人就好自動咁樣打到星期二得到。我記得我排真係成個網台界，總之係絕大部分台都係對星期二得到加以鞭撻啊！咁我相信啊，當中其實邊啲章都講到一點，我覺得係幾有趣嘅。啊，我也回顧一下咧，我有原認識岸伯及文俊咧，都係好似今年九月定十月咁上下啊。咁就都講到我不嬲聽開星期二得到啊，自2019年。咁所以其實我哋可以見到，其實不同嘅網台其實當年啊，網上提出六教嗰陣就講到，其實教友係大量重疊，講緊六教即係黃仁達教、黃毓民教諸如此類、蕭若元教等等啦。其實亦都係而家變咗做以網台形式嘅方式出現，其實都係一種可以理解為一種啊，佢哋本身啲教友其實如果一重疊嘅話，就會彼此之間係有競合嘅關係，呢一種競爭嘅關係。關乎佢當中嗱，每段片可以有幾多嘅收入啦，有幾多嘅影響力啦，甚至乎可能我哋都知道有樣嘢叫做業配嘅啦，就係你可以宣傳，不論係你自己嘅產品或者係宣傳一啲啊一啲例如 VPN、NotVPN 咁樣諸如此類啦。咁所以其實呢啲咁樣嘅涉及收入上面嘅問題，涉及呢啲網台本身嘅經營問題咧，往往先係最能夠牽動到。咁所以大家係可以好見到，其實啲網台真正最關注嘅問題係喺邊方面嘅，咁大家從呢個角度去睇咧，就會睇得好清楚。點解星期二一到竟然係會咁影響網台界？我覺得呢一點係好值得大家去留意同埋關注啊！咁啊，差唔多咯，有啲人 OK 啦，基本上嚇呢、這個話題當完噶啦噃，你可以介紹下一個話題啦。